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凡思段，欢迎走进白谱节目。拍拍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手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来自内蒙包头市的围棋少年张子豪和我一起做个白谱。今天你带来是一盘什么棋呢？今天我还是带来一位外地选手的谱，完了他就是混过，完了让您来给他讲一讲。好，这盘棋他直白。他直白。刘老师，我觉得这个 B 是不是稍有问题？但这个我曾经也下过这样的类似的棋局，我下过这样的棋，因为我这样的棋如果被逼，如果被挑起来，他如果补的话，好像这个这是黑棋 A B B 得其一的。不，你这个下法我稍微纠正一下啊。这个下法你说法我比较赞同，就是他逼住的话，如果在心位上强一点，走这儿的话，他挑这个是决心，挑这个不一定是决心。跳这个还不要小飞，这个形状不好的给你跳起来，我就走这儿，或者走这儿了。这个棋呢是跳这里，然后呢你飞在这儿，然后它呢自己挂过来，那这样想，实际上它棋逼住，完了白棋打飞，黑棋差一步。这个棋应该是绝对的逼着。曾经有一位选手，他是这样下的，也是一个区域象，但是呢，效果还比较理想，就是走这儿，这个你没见过吧？他是什么想法呢？如果你不走的话，就飞过来，这就连骗了。当时呢，这里面有直接单走这一个，知道吗？你走这，你一般你要是飞出来的话呢，他还可以靠，走完再补。如果这样下的话呢？你不走他走过来，你当你再不走他下手点这个就成立了，就正好成了一个很好的配合。对，或者直接逼住甚至，这个挺大的。实际上这就挂角，黑棋加七，黑棋加上三，这位外地的朋友就是说，这个棋白棋现在到底是拆这儿打完了，还是底下打？这是他提出来的问题。哦，就这个打还是这个打？哎，对。那这个棋，我觉得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打，这步棋打。因为这第一呢，这个棋不是说是拆三，这是拆二，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这个是。这个结构啊，黑棋就有问题。黑棋没有一个整体的配合的情况下，先手损了角，知道吧？对。然后呢，这样围这个模样，那我当然我走这，这个棋正好它的高位啊，又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你逼住之后有飞嘛。对。他如果要制止你牵到这儿来，你一长再插棋，你要跳，你那再补。对。对不对？但是白棋实战是往这儿走的。哦，这个呢对高位好一点，对上面好一点，这个、对目数好一点。逼住。飞过。踩。尖。这个这个秦朋友就是我们走成这个时候，黑棋是应该顶一个还是应该立一个？哦，那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就更算清楚。像这样的棋，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顶一个还是立一个好？我觉得立一个好。为什么顶一个不好呢？顶一个一走，你一般我就连扳走粘，走你粘住可以爬回去。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撞早呢，他就可以跟大家来解答了。这星一连扳就出问题了，你打吃，我就粘住，这就成了一个断点。你呢有一个唯一逃跑的深度，就是往这猴一个，但是猴这个呢用处也并不是那么大，因为退完之后呢，他吃这两只，对对，你如果顶住的话，他再一粘，再扳的话呢，这个棋一冲啊，就成了烈形，嗯，对，对吧？嗯，所以这个棋是不可取，就只能立。立它立下去，然后呢，然后再扳这个，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棋呢压住。走着。这就出棋了，嗯，对。实战黑棋也是立的，是嗯，黑棋几立？哦，黑棋打吃了，其实几个亏了。现在这个棋，如果走别的还好一点，你几个亏了。嗯这个大亏，嗯，乖，嗯，你看这个棋肯定是白棋不好，对吧？对，那这个棋呢？刚才这位朋友呢，就说黑棋这个打入的问题是吧？嗯，对。那么说我们反过来呢，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样要不然的话，我们棋友啊肯定很困惑。嗯，就说那这个棋啊，拆三是不好，那应该走哪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棋，要拆三不能走的话，那这个棋白棋走哪里？这个棋可以考虑走这，黑棋呢能尖冲一冲，尖冲出调子，然后呢白棋再飞过来，或者飞到这呢，这呢把它走轻的时候就点三三打入，对吧？对，这又很轻盈。现在呢不能被对方走重，那么走成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白棋这个时候呢也只能忍让一下。这有拖，当他搬的时候呢，然后再自己飞出去。嗯，他这样好像也是白棋亏了。白棋在这个局部来说，他是感觉是实际上稍亏啊。嗯。那肯定是稍亏，但是呢，这个棋以后还有个拖回家的一个后门嘛。嗯。但是从全局来说的话呢，这一代啊，黑棋这一棋先手损角，走这个模样并不便宜，这有打入。嗯。嗯，所以从整体来说，黑棋白棋是不差的。对，实际上白棋在这块亏了。嗯，大块。其实我就觉得黑棋挡着不也可以。嗯。他是主要是想让他不活，嗯嗯，这目的性都不一样。这个棋如果我下的话，也有可能会挡这个。你走这，然后我再粘住，你要做我再走别的。嗯，他这个呢是全然不顾目，然后呢主要是以攻击为主。看他们的棋呢，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哎，我站在一个高度去看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嗯，对，就是说，哎呀，他们的棋是不是好像很生硬？就是说，虽然手法可能稍微的逊色一点，嗯，那没关系，这棋迷嘛，不管什么水平嘛，对吧？嗯，对。但是这有一点就是，你看他们的棋啊，好像很直接，对吧？对，柔性的东西不多，是吧？嗯。其实呢，就像我看你的棋一样。柔性的东西不够，冲一波，再一扳，没有，就这儿好，扳这个，嗯，最正常应该扳这个好，
就是因为他搬这个线索还断嘛，嗯，搬这个，这个其实会有，这样比较好一点。粘一个，没有没有，顶住啊！你看他粘，这个很粘，这该去打吃了，打一次。其实按理来说，黑棋也应该是退一个，嗯，结果黑棋连帮又帮暴龙白棋补棋了。他的感觉就好像是说，这个棋要在这里再多围点空。嗯，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直接单退了争先手，在这个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下，这必须要提一手，这是一个次序，必须走完之后然后再退，非这块棋整体没有活，嗯，然后再来算空，这时候有可能直接拖一手。不行，你拖着转了。这样不行。嗯。嗯。黑棋是真的。嗯。嗯。就是这位朋友说，就是嗯，棋，嗯，就是下到这儿的话，他是感觉白棋全局还是不错的。对，这我完全赞成。主要是这一代亏的比较大。嗯，这一代呢，虽然目数好像很多，但是真正数起来是并不是那么多。他红走，只有15、16、25目棋，而且这个地方呢。现在呢，白棋啊，这一代啊，其实黑棋攻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便宜，嗯，而且要还要顶，你看吧，这大家可以看看，你一个扳是先手，嗯，对，千里手，那这时候白棋就像你这样顶，搞完这一扳，哦，呵呵，这个时候危险性很大。其实黑棋也有可能，对，跳的。为什么这样呢？嗯，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好，现在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棋为什么这些白棋在这个时候顶爬一个不是时机呢？最主要这个时候这一爬或者一跳啊。这整体这一块没活，嗯，对，别看这三个子的整体有虚空嘛，嗯，所以这个找不到，只能走着，这是棘手。黑棋走着并不一定便宜，并不见得便宜，以后有可能走着断这一手，断这个，这个变化你见过吗？这个变化我还没见过。这一靠一走一断，嗯，一打四粘住，推一个。你不能找这，你找这就虎掉了，是吧？如果虎成这样的话，这个棋就没有必要尖，直接一拖，一退。实际上黑棋也是跟着硬了一手，就被白棋打回来。哦。这个就是在棋手面前呢，一定要注意。对，嗯，这时候黑棋也下得有点无理。嗯，就是往这儿打肉一个。哦，这个就是道理不清。这位棋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呢？嗯，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他就问，他说这个黑棋打肉是不是有点过分？完了，其他就没什么。这就是后面的问题。哦，这个棋啊，肯定是无理了。它无理的问题是在，首先是在这个棋它跳完之后，你也跳，它就直接飞过来。嗯，因小失大，直接破这一块空。嗯，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要围空，你只能这样想，只能这样走，你不能先跳嘛，这对。
现在的一个比较是，你活这一块，嗯，破这一块空，跟他破这一块空谁大，就比较这个。现在这个棋啊，我在不走这样。如果你要活，我直接打这一块，这块棋整体怎么样？没安定，整体后卫还没安定，嗯。这个棋要是拐头掉，那我要澄清一下，这棋要搬到这，搬这个。你如果粘的话，这棋只有拐，这二路有机会。那他如果爬的话，让我爬回来。这个想法可以是吧？嗯，这完全成立了，可以拐这个，护这个是吧？对，是护的。那你还是可以搬，但这个搬跟那个效果就不一样。这样的棋子，这没有搬到，你这个一护的是打劫杀。消除一点一个走一粒，嗯，哦，他你怎么走这儿？哦，走这用心良苦的一手，接着立刻就完了嘛，立刻一走的立下去。所以说，就是这位朋友就是问的，他就是个攻击方法，对不对？嗯，他是当这么攻的，是点一步，嗯，然后黑棋走这儿，完了再搬一步，他就问最后的手法，对不对？哦，手法是吗？啊，对。这个棋我觉得这个下法有很多种，多种下法。其实点到这都可以，不点这个也可以，不点这直接胡这一手，他逆手，嗯，再自己打，这比较严厉。对，直接打入就比较严厉了，因为这整块就没有胡，你这就算先手就没用，整块就没有胡了。你跳过来了，点，或者再跳过来，整块行。嗯，他是点一手，嗯，走这儿搬一个，你这不用搬，这就是因为猴的账。对，你就走这儿，然后就这样的话呢，我把你分断了之后，然后直接贴出去，嗯，直接贴出去很简单，这个看着很简单，对吧？这块也不厚，嗯。这个棋你逆下去没用，逆下去的断先手嘛，嗯，对不对？一样，嗯，反正是搬一手，就这儿，搬一个。哦，他是想强杀这里。那强杀没有这脖子也可以强杀嘛，对不对？对，嗯，真是。所以说你看啊。张总，嗯，原来我跟你摆棋的时候啊，你跟我前面回答是这样，后面呢再过两三手之后啊，回答又是那样。你看我们在摆节目的时候就是不是你有很多想法嘛，嗯，对吧？嗯，但是就跟这个选手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前后矛盾。嗯，就是说啊。你其实呢去看很多的棋啊，你有的感悟就是，哎，怎么他下棋这个思路就不对呢，对吧？嗯，就说到这里呢，我就有一个小插曲。我呢跟我们张子豪还经常啊下棋，然后呢就明显就感觉到什么呢，他现在呢以他的训练那个比赛的时间来说的话呢，一般都是一小时三十分钟，就可以这样说，就是简称为九十分钟的比赛，嗯，超时判负，对吧？所有的比赛，那么说呢，当我们张子豪出去比赛，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几乎时间呢都不够用，对吧？对。但是呢，那这是怎么原因呢？就什么原因，对不对？嗯。总是得不到解决，而且呢。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我就跟他告诉他，我说这第一呢，笼统的说呢，是你用功程度不够。细节的来去表明呢，就是你很多环节上面，包括生活的环节上面，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不果断，就
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样，我去还是不去，嗯，是吧，嗯，包括下棋也是，这个棋是有哪一种选择，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哪几种变化，第二种是哪几种变化，很快速的，能在一分钟之内就绝对不能拖到三分钟，这样就可以。但是呢，我们张子豪呢，他有很多优点，但是呢，这个不足啊，就很明显，就是有时候犹犹豫豫，是不是这样？不果断。不果断。嗯。他这个不果断呢，带到比赛，包括今年呢，他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的话呢，就特别是在少年赛来说的话呢，嗯，就感觉到犹犹豫豫，很彷徨，是吧？嗯，对。最后就本来很好的棋，甚至这些对手并不会比你强，对不对？嗯。但是呢，下起来，下到最后汗流浃背，是不是？对。但是呢，还是输。嗯，很紧张。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从整体的一种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弥补这个环境。就包括这个业爱好者来说的话，他跟我们寄这封信过来，他的目的啊，就是想通过讲解之后呢，再提高。我觉得呢，我看了这前面的这些棋来说的话，他是白棋对吧？对，他是白棋。总体来说的话呢，下的还算是不错的。嗯，下的还算不错。但是呢，对，首先呢，第一呢，条理性要清楚。第二要仔细观察，像这样的棋啊，没有必要去你看直接一手棋，而且你走着很有优势，这都是先手，这可以扳死他，这个都可以保留。对对对对对，可以保留。嗯。在第二呢，要多打谱。第三呢，围棋的概念要搞清楚，什么叫打入，什么叫清消，什么是棘手，什么是大场，对吧？对。你看，刚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场。或者叫这个正常大官子，对对，但是这是什么呢？棘手，这是棘手。他在这个地方交换的时候，虽然呢很侥幸的补到了，嗯，但是如果换你和我来下，会不会错过这个呢？应该不会，这因为我们俩的水平在这来说都是一秒钟的反应，对不对？对，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环节来说，概念相对要清楚，是不是？是，啊，所以这位棋友呢，就在这三个方面加以学习和提高。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后面的一个进程，帮走，然后再帮助把黑棋跳起来，嗯，白棋翻一个，嗯，完了粘住，白棋靠住，嗯，这叫先投资再收益。他可能是这样想，他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你替他招，如果走这我粘，他在挖的话呢，这个不行。这黑棋可以回去吧？拐，这一拐就回来了，嗯，对吧？对。但他有可能就是直接这样杀。哦，直接这样杀，对。这样啥？嗯，你看我们俩过过招的，看一看，他走这对吧？嗯。那我再踢一个，这是没办法，这你肯要搬嘛，只能把我的反搬。你现在不能走这，你走这我一打一走再打长，这你往这搬，这我一打吃，你粘，我再打长，你这气难道？虽然我死掉了，但是你的气不够吧？看一下，这不用看，这是第一步，走上。我已经把你蒙进去了，你肯定不行。就这还有打架，他这个危险性还是挺大的。谁危险性呢？我说这是白棋这个冒险，还是挺大的。如果走这呢？然后再回到这儿，嗯，对不对？嗯，所以任何时候呢，我们都不能凭感觉。像你刚才说，哎，它可以飞到这儿来，你可能还觉得能把我吃掉。其实呢，白起来你吃不掉。
因为我从你的那种神态和你这个摆棋的这种语言的肢体语言的看，你觉得这一飞就能把我吃掉，对不对？嗯，是不是？是是啊、所以说很多棋呢一定要算，这吃不掉就完蛋了。但是黑棋这时候不是吓到了，被麻了，对，是不是第一下贴一个，嗯，绑一个，啊，这个是这样，这个这一下就绑了，嗯，这样，嗯，看一下，这沧海变桑田，这个有的时候像他们这个棋，应该来说的话，不会走得那么脆。那我黑棋这时候往这儿唱一个，哦，这个无理招就更多了，他就一般。那这盘这个棋呢，就完了，嗯，基本上结束了。对，这一代呢是活棋，对吧？对。我们现在呢，来稍微的反观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第一呢，请大家呢顺着我的手指来看一看，就是我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刚才啊，我可能呢你摆的比较快一点啊，嗯，我跟你说，就第一个拆边这一手棋，在四路上走，这步棋呢，你走高位是走四，像这样的棋呢，走低位要好一点，独木好。嗯。第二呢，周围没有很好的一个配合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一尖一夹，然后把脚放弃。而且这个放弃脚是先手松，是先手松脚。嗯。然后好，最后呢，这个打入这一点，这也是就像你说的，因小失大，对，因小失大。嗯。就白棋黑棋有两个机会，很遗憾没有抓住。第一个机会呢是尖，白棋往那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是棘手。嗯。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白棋呢受了惊，黑棋受了惊吓。嗯。本身来说的话，这棋直接往那贴回来，嗯，它是吃不掉的。对，这就是精确计算嘛，嗯，是不是？是是，所以说你这个棋看着好像很危险，其实吃不掉，嗯，这盘棋呢，就作为黑棋来说的话，就有明显的两个机会，如果把这两个机会抓住的话呢，黑棋是很有希望的，对，嗯，但是后来呢，很遗憾，后来这个棋，在计算上面更多的是凭感觉，对，嗯。那么说呢，这盘棋我们就为大家呢，摆到这，希望棋迷朋友呢，希望棋迷朋友支持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很多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有的时候也跟我打过电话，都问怎么样去参与。第一呢，你们可以跟我们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呢，跟你取得联系之后呢，就是把你的一种意愿表达，就是你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呢，把你的棋谱或者你朋友的棋谱，你如果觉得有疑问的，或者下得很漂亮的棋，或者觉得很遗憾的棋，有什么经历，你都可以写下来，然后发邮件发给我们，我们的这个白谱节目中间把这个棋呈现给大家，大家一起和你分担喜怒。喜乐哀愁。嗯。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可以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可以到我们演播室和我面对面一起来摆谱。好，摆摆你的谱，让我们分享你的奇思妙想，让我们对臭棋和恶。